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3月13号，星期五，农历是2月20。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哎，师傅。哎，请讲。喂，师傅。哎，你好。师傅，请安，师傅。啊，谢谢。嗯，请讲。嗯，师傅啊，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师傅。师傅听得清楚吗？师傅。还可以，还可以。嗯。好啊，我开始问。师傅，开始水果不宜放在汽车座位上，放在后备箱。请问师傅，用具、法宝、书籍、菩萨像是不是也应该放在后备箱呢？师傅，这个问题。汽车是吧？在汽车上啊，这个汽车座位，师傅，汽车座位供果不宜放在汽车座位上，是不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当然不可以、啊。嗯。哦，嗯，那所以想问，供具、法宝、书籍、菩萨像是不是也不应该放在后备箱呢？是不是这个问题？后备箱只要你不坐的都可以的呀，不要坐上去就可以。哦，好好好，那师傅，如果后备箱经常不是买鱼放生吗？不买的鱼放后备箱呢？有时候后备箱有那种鱼腥味儿，那鱼是毕竟是动物的气场，那供果、法宝、菩萨像能放后备箱吗？那总比你坐在臀部下面好啊。你是摩托车还是汽车啦？哦，明白明白。你摩托车的话嘛，你肯定汽车啊、哦，汽车没关系的呀，汽车随便放都可以。坐在后面椅子上没关系，我以为摩托车的坐在上面不行。行，那师傅，法宝很多的话，座位上电话红布可以放书籍菩萨像，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汽车没问题的，我以为是那个呢。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个问题，睡觉前跟菩萨祈求保佑自己睡个好觉，第二天就有好精神念经，这样是不是睡觉会睡得好呢？师傅，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跟菩萨讲话，菩萨全听得见。你只要讲出来如理如法，菩萨能够帮你的。这样会有功德吗？师傅，这个祈求。不会的。喂，喂。好的，好的。喂，师傅，信号是不是不好？师傅。对，刚刚一直听不到你声音了，又听不到了。喂。哎，好了，现在好了。讲吧。啊，师傅，我挂了，信号不好啊。没关系的，你再讲两句吧，再不好再挂。挂了很快。喂，你好。哎，师傅。哎，你好。哎，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我替同学问几个问题。同学们呢，同学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您稍等一下，师傅。师傅能否给住在农村的所有开示一下呢？他们住在农村，都有一些当地的习俗，比如别人家办酒席，自己要去帮忙，否则以后自己的孩子办酒席或者其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别人不会过来帮忙，所以他们不敢许愿吃全素，怕帮忙过程中有些不周礼不周法甚至违愿的事情发生，他们特别纠结，请师父能否开示几句。要看你自己意志坚定不坚定的呀，如果你说你是学佛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你自己是学佛的，那么人家能够理解吗？最好你如果自己意志很坚定的，你就学佛，我不帮你做菜做饭，我可以帮你打扫吧，对不对啊？人要有妙法的呀。你为了说面子的话，你很多人不是过去为了兄弟哥们儿，最后哥们儿抓进去他也抓进去了吗？是你不能同流合污啊。他明明是杀荤的吃荤的，跟我们学佛人不一样。你有坚定的意志，他怎么样杀荤他也让他背，但是你不能去助缘那种荤的杀生的东西啊。他结婚的话，你可以帮他打扫房间，帮他买东西，你以后孩子结婚人家也会来帮忙的呀，对不对呀？是。好，感恩师父开始。一位银法师梦到东方台师兄给一个佛友一台饮水机，请师父解梦了。那很好啊，那就说明他已经跟东方电台那个佛缘已经连上了呀，他有佛缘呀。哦，
嗯，好，感恩师傅。同修想开一个素食贸易公司，方便宣传素食以及弘法，三周了也没有起好名字。昨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他早上做梦，梦见三个字，梦中知道是公司的名字，中间那个字是味，味道那个味字记得非常清楚，另外两个有点忘记了，但是模糊中记得最后面一个是汇集两个字，一个是汇，还可能是个集字，第一个跟聚集有关系。同学网上查询了，叫聚味集这个名字分数很高，周易和礼数五行都可以，请师傅开始，他是否可以用聚味集这个名字呢？可以的呀，嗯。哦，好，感恩师傅。现在很多师兄拜师排不上，挺着急的，因为同修做梦，梦里师傅和同修说，现在排不到拜师的师兄，可以参加法会的时候，排在拜师现场外面念经求。梦里师傅说，这也可以算拜师了，就是没有弟子证，请师傅开示。这个是人没拜师，心已经拜师了呀。有很多人认识师傅很多年了，他也没轮上排拜师，他可能一直觉得自己的境界不够高，怕师傅给他背业，但是他心里一直认为他是师傅的弟子呀，一样的呀。嗯，那这样他没有弟子证，是不是也没有天上的莲花呢？没有弟子证，也没有天上的莲花。从道理上来讲，如果你有弟子证的话，你莲花上去的概率是80%以上。如果你没有拜师的话，那你要看你自己前世的功德了。你前世的功力很大，你天上照样有；你前世的功力不够，你这辈子没有师父帮你拖一下，你可能就上不去啊。嗯，是是。那这位同学想问，他是否可以像刚才说那样，在拜师现场外面念经求呢？可以的呀，求了之后至少比你不求好啊。那是具体念什么经，怎么祈求比较好？就求观世音菩萨啊，我某某某啊，我要成为啊师父某某某的弟子啊，我要好好的许愿修心，然后我不停的念大悲咒跟心经呀。嗯，好，嗯，感恩师父。有一位女师兄给自己的儿子的药经者烧了小房子168张以上，放生1600条鱼以上。她现在就是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只要作业一多就不想写，而且又吼又叫，脾气暴躁，写作业又慢，磨蹭懒散，接受知识也慢。师兄给她念日常功课是心经7遍，许愿姐姐就10万遍，每天108遍准提神咒、七佛灭罪真言、礼佛一遍。师傅能再给他继续开示几句吗？几岁了？孩子几岁了？他是上小学，可能8、9岁吧。哎呀，以后会变的，根本用不着着急的。现在你这样逼着他，他会逆反心理的。随缘，不要去push他。孩子以后长大的功课才算数呢，小的时候功课不算数的。男孩子小时候功课都不是太好，到了中学砰砰砰就穿上去了。嗯，是是是。很多女孩子也是的，你不能这么逼着她的，逼着她逆反心理，她就不学，她很觉得你们很讨厌。嗯，明白了吗？是是是。嗯，明白明白。嗯，当然师傅。同修做梦，梦到有人送他一双僧鞋，是灰色的，鞋面上有一朵粉色的花。梦里感觉有些旧，做梦人穿上了感觉还挺好，还跟别人讲这鞋很好，请师傅慈悲解梦。一般的鞋子嘛就是两种呀，穿的合适的话嘛，就说明你正好在这个事情上还能越过障碍，如果你不合适的话嘛，就是被人家穿小鞋了呀。哦，就是这样。好，感恩师傅。说明他这件事情正好差不多了。嗯。哦，好，感恩师傅开始。同修今年过年在悉尼做了一个梦，是梦考慈悲心的。他看见一个老奶奶，流浪的老奶奶，忘记了天是否下雨。同修给了奶奶50块钱，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声音，大概是弥勒菩萨，给了2000，另外一尊菩萨给了1万，还是弥勒菩萨给了1万，另一尊菩萨给了2000，请师父慈悲解梦。2000是什么？他梦中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2000元吧，因为他给了奶奶是50块。啊、哦。
另外菩萨给了10000，一个是2000。啊，那菩萨给他加持了呀。嗯。哦。叫他好好念经啊。嗯。好，感恩师傅。请问师傅，油灯点着的时候，可以在其他非佛台的屋子里换衣服吗？把外衣换成睡衣。可以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佛台没问题的，就是不在当时的菩萨看得见的地方没关系。嗯嗯，有一位同修梦中得到几位菩萨对放生的开示后，发给秘书处，秘书处请示师父，师父验证后说是菩萨的开示，同修们觉得这些开示非常好。那师父，我能在这里分享一下吗？嗯，你讲吧。嗯，感恩师父。嗯，观世音菩萨开示，放生是大功德，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最全的，而且是悲业最小的。你给别人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留下活路，而且是消业去孽障的一大法宝。愿世人多救刀下之生灵，功德最大，即订购放生，用好这一法宝，延年益寿，财福禄俱得，法喜充满。嗯，南京佛的开示，放生乃是心灵法门一大法宝，是启迪人开启善的本性，寻求解脱，去除业障，救众生于苦难，放他们一条活路啊！众生将死，有人放生救他一命，他来世也会以最大的善行回报放生的人。这是善缘得善果，这是种下了善的种子，也是佛的种。所以放生能够利一切众生，利己利他，是善业之根本。身体欠佳要多放生，去病延年。求财的人多放生会得利益，经常放生会带给放生的人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生大病了要放生许大愿，许下去三分之一，放生过程三分之一，放生完调养修心养性三分之一，比吃药效果更灵验，再加上念经文组合效果更佳。太岁菩萨开示，今年多灾多难，宜多放生，众生有369劫的要多放生，犯太岁要多放生，放生消灾免难，保平安健康，逢凶化劫，确实是一大法宝，是大善也是妙法。观地佛他开示，放生是保护身体平安的大法宝，化一切劫难，又是善举，积功累德，消业障去灾，劝众生有机会多放生，救更多的众生免遭食之果腹，煎炸蒸煮之苦。你做的是大功德，大功德之人有好报，保你2020年一切平安。周昌菩萨开示，放生能给人带来大利益，财福禄俱得，还去除病难，这是大好事，还能去除你的贪念之业呀，多好啊！行善之人必有好报，这就是因果，你种了善的因就得善的果。观世音菩萨开示，我经常记录行善之人做的功德，放生为之首，因为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得的功德，没有比他更殊胜的了。你放生越多，心越善，离本性越近，再加上念经得智慧之妙法，学佛念经之人不可缺的善事。济公菩萨开示，劝人莫杀生，杀生终有报，今世不报来世也报，看世人有瞎眼腿脚断婆者，不是今世就是往世报，贪得口中贪，众生肚中念，嗔心起留在府中闹，闹得宅不安，魂魄两不全，夫妻瞪眼子孙恼，善恶终有报，贪贪素肚里安，七贤子孝保平安。同修梦里问南京菩萨，师父讲过您给人治病非常灵验，您给广大佛友开示一下，佛友遇到身体不好时怎样求您就可以妙手回春给佛友治病呢？南京菩萨开示，既然是佛友治病，那都是学佛之人，每个人情况不同，菩萨不动因果，但你们首先得有慈心善念，认真修行，与菩萨接上气场，让菩萨感受到众生的愿力和信念，是否在内心已忏悔，已经运用四大法宝开悟有智慧了吗？消业障了吗？你只求菩萨救你，但没有认识忏悔自己所做的恶和结下的因果，那就不灵。诚信志念真正行在菩提道上，就是修行时间短，求到我也救，看你发心了，多读你师父的白话佛法开智慧，就知道怎么求了，关键看你怎么做的了。师父我分享完了，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很好啊，菩萨都是告诉我们人要行善啊，很多的恶就是啊，就是因为你过去的恶啊，才来这个感应的。你如果过去做了很多的恶，你说你想有善，这么可能不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呀，一切都是因缘所为呀。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多行善，多听菩萨的话呀，明白吗？嗯嗯，
是是，感恩师傅开始。师傅还有几个梦境，师傅您帮解释一下。同修做梦，梦到有两个不认识的男同学在用一个半米高的桶做香炉烧香，梦里点燃很多支香，同修梦里一面感觉很不容易，感觉这两个男同学很厉害，心里发出赞叹。这时候其中一个男同学对同修和朋友们讲，让他们俩过去一起帮忙搬金刚经，请师傅慈悲解梦。同修并没有念金刚经。没有念金刚经，说明他上辈子跟金刚经有缘分的，明白了吗？你不一定要念金刚经，你念心经呀。心经就称为小金刚经呀。是是是。感恩师傅。同修做梦，梦里有人给他看耳朵，说他右耳有些问题。梦里同修就感觉两只耳朵听到声音不一样，感觉右耳好像比左耳慢一些听到。请问师傅，是他耳朵出问题了吗？是现实当中的。他是做梦，有人给他看。说明了一个耳朵要出问题了呀。真的是要出问题了。啊，耳朵出问题了，100%的。好，感恩师傅。同修做梦，梦里有好多比他年长的师兄给他压岁钱，他也回礼这些给他压岁钱的师兄钱，但不一定是等额的，请师傅慈悲解梦。压岁钱是吧？对对对。压岁钱的话，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也是一种正常所得。所以说一般的梦境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梦中得到的钱你当时是很害怕，觉得好像不如理不如法的话，那你是真的不如理不如法，明白了吗？如果睡觉前跟菩萨祈求保佑自己睡个好觉，第二天可以有好精神念经，是不是这样睡觉会睡得好呢？这样会运功德吗，师傅？不会的，已经刚刚有人问过了。当然说，对不起师傅。请问师傅，今天我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好，请问今天没问题。我有点太紧张了，师傅。好，不好意思，师傅。好，谢谢师傅，您保重身体。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老师。又打进来了。哦，好。请讲吧。好像这个。弟子给师。你慢慢讲，不要着急，慢慢讲啊。再不好，信号再不好的话，我就挂了，是吧？还可以，还可以。现在不要讲的声音太响就好。好，谢谢师傅开示。我现在开始问问题。师傅来信解答是这样，梦到我去了阎王爷庙拜拜求财，问这个梦是不是代表我现在赚钱有不如理如法，师傅解答是这是借地府的钱，师傅您讲讲何为借地府的钱财呢？师傅，借地府的钱财的话就是收那些不如理不如法的钱呀。比方说别人的钱正好能够让你拿到了，对不对啊？你好像是很正常的拿到的，实际上就是借地府的钱呀。应该不应该你拿到的，可以拿到也可以不拿到，这些钱至少说不是完全是你的呀，你不就是借地府的钱呢？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啊。那师傅，那师傅什么叫天上的钱财呢？我们应该是借天上的钱财，不应该是借地府的钱财，是不是这样？借的钱都要还，凡是有个借字就要还啊。你不要借，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就不是你的，那才对呀。那师傅，天上的钱财，天上的钱财也是要是你的才能拿，不是你的也不能拿的呀，听得懂吗？喂，明白了。师傅，那师傅，天上的钱财是菩萨给的，是这样认为吧？天上的钱财是修的，不是菩萨给的，是你自己修的。你上辈子自己修来的，所以人家说啊，你有财运，财运嘛就是有天财神给你的财运了，地财神了，那也是你自己修来由他们发放给你的呀，不是求的呀，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
有的女同修到阴天的时候，她就腰疼，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这个问题。腰疼有两种，一种是生理上的呀，比方说女同修她过去生孩子，很伤自己的腰的呀，明白了吗？那么有的嘛是啊灵性了，一般的腰不好嘛都是跟自己生理有关系，女士特别腰容易不好，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如何调节呢师傅这个问题？一个嘛是锻炼啦，补肾啦。哎呦，跳掉了，这电话是有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吗？哎，喂，哎，是师傅，你讲吧。喂，哎，啊，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终于打通了，感恩师傅。我有点激动，师傅，满眼泪，我问你，问几个问题。你最近修的好一点不啦？声音有点小，师傅。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听见。你最近修的好一点吗？哦，我就。我只能说好好的念经，我也知道修得好不好，师傅真的很对不起师傅，我现在只能说今年还比较努力。感恩师傅。讲吧，有什么问题问吧。好的师傅。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我们这地方有一个师兄，曾经他就是说在上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他就是来就是去我们心灵法门学到了心，就是说闻到了心灵法门，开始学佛。他得了癌症，然后他有几样就是癌症，渐渐的就是说癌症开始好转，癌细胞也跟变小。他一直很努力念经，也坚持放生。不知道今年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就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突然他的腰就是说疼痛难忍，一直到现在就是情况特别不好。我想请师傅就是开示一下，这个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叫他的病情怎么转到就是腰椎，我想让师傅开示一下，感恩师傅。首先我告诉你，他是在没学心灵法门之前生癌症的，然后找到了心灵法门，听懂了吗？然后你自己要知道，如果菩萨知道他身上的业障特别重，菩萨救了他的癌症了，但是他这些业障还是要报的。那么报在哪里呢？就报在他的腰上去了。那么他的腰疼痛不会死人的，癌症的疼痛会死人的。那么他过去的业障，虽然癌症救了他这条命了，不让他有复发了，动过手术了，或者减缓了好了，但是并不代表他的业障就消了。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师傅。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妈妈，人家说她40岁的时候会死掉，她从小知道了这个事情，就不停的念呢念呢念呢，一直到40岁的时候果然没死掉，但是眼睛瞎掉了。后来她就哭啊，菩萨，我念了一辈子经了，你为什么还让我眼睛瞎掉？结果菩萨晚上到梦中跟她讲，你本来40岁要死的，就是因为你的业障，你现在因为你求了，所以免你死罪，但是不能免除你的业障，所以重罪轻报，让你眼睛瞎掉。你现在听得懂我这个故事了吗？听得懂了师傅。好了，我就是说死罪已免，活罪难逃，是这个意思吗师傅？对了，死罪已免，活罪难逃，你必须要受的，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师傅，就是您知道菩萨的大日子或者是节气的时候，礼佛的变数很多，请问师傅，就是如果像那新修的师兄，他们的小房子是有个定数吗？还是一般都可以是就是这样按照规定的念呢？如果要念的话，业障会激活吗？如果他们的小房子跟不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小房子你许了愿了，你就尽量要努力，如果身上有灵性，你也是尽量要努力。如果你任何的懈怠推迟，
都会让业障有可能会激活，明白了吗？哦，请问师傅，那这个就是规定大日子规定的这个，就是礼佛的变数，他们是按照这个变数读呢，还是按照自己的就是说感觉去读呢？感恩师傅。应该按照自己许过愿的去读，每一天要读，如果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但是这个数量你既然许出来这个愿了，必须要完成，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师傅准备客气一下，就是这最近几天有老长时间了，我一直在做梦，梦中做梦就自己去，不然就是替别人打扫院落，再不然就是替别人打扫，就是屋里面呢，就是扫地吧。等做过这个梦之后，我就浑身感觉不舒服，也就感觉到无力，请师傅慈悲开示，这是怎么回事？帮人家背业了呀，帮人家清洁扫地嘛，就是帮人家背业，这还不懂啊？所以你救人，救人要看的，有的人你救得了的救，救不了的你也只能放呀。哦，是这样，怪不得我有时感觉到浑身无力发软，就感觉到好像气气都很困难那种感觉，夜里就要做这样的梦，经常做这样的梦。对啊。请问你说，我想听师傅开示一下，我是不是在渡人的时候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你就算如理如法，你也要帮人家背的呀。哦，听得懂吗？啊，你救人的时候，你只能点到为止呀，不能盯着人家的呀，盯着人家，他的灵性就上你身了呀。哦，是这样，师傅。嗯。哦，以后我会注意，咱不得开始。我还想问，有一个师兄想问师傅，就是，比如说他的灯里接莲花的时候，经常哈，就是说有菩萨的圣像能够就是在油灯里。就莲花上显化出来，有时候特别像某位菩萨，请师傅慈悲开示，是不是就是这个师兄家的油灯里真的来了这位菩萨呢？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有法身呀，法身有法身是火中生莲呀，那是正常的呀。好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师兄，叫我问师傅，就是有一个师兄嘛，我们这地方。就是说他的感应特别好，有时候比如说上年的时候他经常感应，他说天上是不是能求观世音菩萨经常给我们这地方的众生加持，让我们这地方的众生更加精进，能够做到更多的有缘众生。如果他有这种运，就是想法之后感应之后，立马天上就是太阳边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光圈。在今年的时候，就在昨天的时候，这个师兄用这种感应包，他就说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能够再给这地方的，也就是说众生加持，让更多的众生闻到佛法，听到佛音得度。然后昨天的时候在九点钟天上又出现了很大的光环，请师父慈悲开示，是不是这个师兄能够接到菩萨的气场？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每个人都会接到菩萨的光环气场的，只是叫他不要炫耀，偶然的接到一次没有用的，你不要以为他就是能够一直接到菩萨的光环了，听得懂吗？哦，听得懂，师傅。好了。该是。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师兄呢，就是我觉得在有一次节目当中，师傅说一个人要做，就是说或者出车祸了，或者有病了，就是说昏厥，他的就是那个就是让我看一下这病呢，让他的意当就是说处于魂魄意识处于冷冻状态。请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师兄，他的老公就是曾经从树上摔下来之后，一直就是说成植物人，他修了三年多了，他的丈夫现在意识还是没有恢复，就是说没有正常的意识，但是头已经能够抬了。请问师傅，他现在是不是魂魄不齐呢？还是他的这个冷冻状态一直就是这样？保持着呢，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一般像这种情况，你已经摔下来，你在学佛，我就问你，任何一件事情，你说提早防范好，还是等它着火了之后你再灭火啊？你如果等你等到已经灭火的话，已经烧焦了，
你只能等他慢慢修复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他是念下去的经并不是没有作用，只能慢慢的等啊，因为你要等整个房子修复啊。我举例子就是说，等于房子烧掉了，你再去叫消防队没用了呀，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师傅。那这样他需要怎么念经？一直念，就是说一直念。你叫他49章，49章一波波许呀、啊，一直念到他先生醒过来呀、啊。哦，现在已经3年多了，他的头已经能抬了，但是还是没有恢复意识。他放生家庭不太多好，他放生怎么放？师傅，感恩师傅。你叫他就一直放就好了，这种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大愿力能够大得到大的结果，小愿力是小结果。大功德能够成全他的改变，小功德只能成全他的微变，慢慢的小小的改变。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功德大小的，好吗？嗯，我家取大愿，我知道了，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们的一个师兄，他的儿子就是有那个就是叫同性恋，嗯，他很忧愁，请师傅慈悲开示。这样，这个师兄该跟他儿子怎么念经，能就是改变这种状况？叫他念姐姐咒呀，要许愿，要许1万遍1万遍许的呀，就是直接把他儿子的名字报出来，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呀，明白吗？明白。现在同性恋很多，就是前世的缘分未尽呀，今世又不是男男女女，所以他就不能好了呀，听得懂吗？哦，我刚才感觉到好丢人，所以说那天病我能不能打个师傅电话，叫师傅给开心一下？对呀、啊，他自己很忧愁。就是这个，你叫他好好的帮忙念解结咒，时间长了会念掉的，明白了吗？啊，那个就是。小房子你还是21章21章念的。小房子它是消业的呀，这个也是他们的业障啊，明白了吗？嗯，啊，明白。好了，大家听听说。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师兄他修的也特别，曾经是修别的法门的，智多维若心灵法门之后，他现在也是特别精进。这个师兄是东北的，我想问师傅，就是他的儿子已经30多了，学历也特别好，是英国留学来的。就是在人哪办都特别优秀，长得也特别优秀，就是他的婚姻一直不顺，就是怎么他想问他的孩子是不是天上下来的呢，还是怎么回事，所以说他也就是说为孩子有点就是说顾虑吧，挂碍吧，请师傅跟他慈悲开心一下。没什么好讲的呀，像孩子的婚姻应该让孩子自己来决定呀，你们父母亲不能帮他包办，也不能帮他去伤害他的呀，因为有的孩子他到人间来他不是来结婚的啦，他有的孩子他有使命来的呀，啊，对不对呀？现在的婚姻并不是给人带来幸福啊，所以现在大家对婚姻都有点厌弃，因为现在的幸福给人家带来忧愁烦恼和悲伤啊，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啊，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师傅，就是在我的孙子就是很小的时候，有周岁的时候，他的外婆就是带他上就是一个就是陵园，纪念陵园里去玩吧。他就是那个孩子才一生都会刚刚会站，然后他就是把就是这个我的孙子和这些烈士在一起照了很多的照片。我觉得就是从那之后了，孩子从小就是特别就是说脑子干什么事一直都不大开窍。你这个我想问师傅开示一下，你这个能有关系吗？那100%的呀，他等于把很多的灵性带回家了呀。哦，这孩子已经长到7岁了，但是他对学习一点而不爱学习，但是也不太听话，就是说学习。好了，你不要讲了，像这种赶快帮他先念灵性，把他小房子多烧一点吧。是给他写掉经的对吗，师傅？对，给他好好的消掉一些业障吧，好吗？好了，好了。师傅，我再写一个梦可以吗？可以了，你太长了，时间太长了，不行了，好吧？
哦，那行，那我就下次再那个吧。下次吧。感恩师傅，那就给别人问嘛。啊，再见。啊，师傅再见，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再见，感恩关心一部的。喂，你好。喂，你好。哎，师傅，哎，师傅，感恩，是师傅吧？是啊，请讲。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嗯。那个，我想看看这个八六年的属虎的。八六年属老虎的。啊。想看什么？一去看他的事业。今天不看图腾的，对不起啊。嗯。哦，今天只是问问题，你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吗？他那个就是现在就有点就是，忧郁症，不知道怎么就是有点自闭是不啦？啊，对。啊，自闭嘛，赶快给他念经呀，心经呀，心经每天念49遍呀。心经我每天他念21遍，49遍，然后。零有这种毛病的人要念49遍的，嗯。哦，你看精神状态怎么样？对呀、啊，给他念49遍，然后还要给他念往礼佛大忏悔文呢。礼佛大忏悔文。啊。哦，然后他就是觉得这个工他就是工作就不顺利，现在就失业了。工作不顺利，失业了。就跟你说了，你要记住了，任何人性格啊、脾气啊不好啊，或者自己做工作不努力啊，跟他的性格都有关系，很容易失业的。人际关系搞不好啦，社会关系搞不好啦，都会失业的，听得懂吗？叫他好好的学佛做人，你叫他多听师父的白话佛法。他现在说的学不进去，只能我给他念，我给他念什么经呢？看了。心经呀，已经讲了，心经就是心经49遍哈。对呀、啊，然后要念礼佛念一遍，礼佛一遍。嗯，还有什么师傅？还有吗？消灾吉祥神咒。27遍。27遍。往生咒21遍。往生咒21遍。啊，可以了，可以了。哦。行，好吧，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会好起来的，就是、不要着急呀、啊，会好起来的呀，好吧？啊，他什么？他有这个咱们的有这个佛缘吗？我跟师傅共处，他不吃我。有的，慢慢就有了。哎，有的，他到时候就有了，听得懂吗？嗯。哦，感恩师傅，你帮我就看一个，六二年。属虎的也是，啊，今天不看图腾的，哦对，你讲了，我忘了，师傅，好吧，那个你看我这个功课嘛，就说62年的这个功课，我你就自己好好的念嘛就好了，每天念3遍礼佛，啊，我是念的5遍，每天5遍，哎，5遍的话也可以的，不能超过7遍，好吧？哦。嗯，就是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我自己啊，自己，然后5遍礼佛，都可以，都可以。我就这样继续念下去，还有往生咒，49遍，解结咒49遍。啊。还有什么来了？还有我礼佛说了，往生咒礼佛多少年？我说你能够不消灾吉祥神咒49遍。对呀、啊，我是就念的，可以吗？师傅？可以。你能不感应一下我念的经怎么样？我看你这个人念经质量一般。我心经烧的呢。你自己要记住了，你自己念经一般，你要用心。明白了吗？也是好吧。你这个人就不就是自私啊，一辈子就是自私，太自私了，所以你的命就比较孤独，明白了吗？孤独。啊。好了。我改。好好的念经嘛，你要听师父话的。加持我一下，我一定要改。你想想看，你打进电话能不加持不啦？是啊，我就是好长时间，我就是想给你打呢。嗯，就是一直打不通，你知道吗？好了，
好吧，多加持一下，说有努力，我一定要给你好好的学，好，肯定不会背。好的，好的。好，每天都传你的地址呀，我就还没拜师了吗？所以啊，你没拜师嘛，你就更糟糕一点的呀。你早点拜师多好 啊，自私呀。反正我不想跟你作假，你这个人就是自私，好好改毛病。就是，改毛病，我一定改，师傅，我一定改。我就是有点自私，好能，还要一点呢，很自私，还要说一点，好好改毛病啦，听得懂吗？你骂我两句吧，师傅。好了，我已经讲过你了。骂我两句。我已经讲过你了，一个人的自私造成自己的孤独，你跟我记住了。你看越自私的人越没人跟他交朋友，越自私的人连亲戚朋友都离开他，越自私的人没有人喜欢他，到了晚年就是孤独，听得懂吗？你去看看朋友多的人都是比较大方的，你去看这个人可以不可以交，你看他朋友多不多就知道了，明白了吗？对，好了，好了好了，没时间了。对呀，本性难改，根本不是不能改，不想改，想改的人有什么难改的？我一定要改，我一定要改的。好了，一定要改。好了好了，努力。好了，再见了，再见了。好，再见。再见，师傅。再见，感恩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喂，你好。喂。你好。啊，师傅好，弟子给您请安。哎。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师傅稍等一下，师傅那个蛇，老同修梦见师傅说他，老同修梦见师傅说他舌头太短了。现实中同修从小吃素已经吃了几十年了，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舌头短嘛，脑子不灵呀。哦，舌头短，脑子不灵。舌头太短的人们话讲不清楚呀。哦、你看看那些舌头短的人。讲话讲不清楚了。好的好的。小孩子的时候，妈妈爸爸喊妈，你说他脑子灵不啦？舌头太短呀。明白了。好的，这个跟他前世有关系吗？前世嚼舌头太多，这辈子就舌头短。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梦到饭是放在马桶里烧的，并且盛了一碗饭吃。同修想问这个梦有什么问题吗？他修行上当然有问题了。放在马桶上吃了吗，就说明他这个人根本没有好好的在做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说表面上是好像是现实生活当中讲的是饭，实际上他做的都是脏事啊，非常肮脏的事情啊，听得懂不啦？表面上是饭，实际上是肮脏的事情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梦到自己的手变大变长，请师父解梦，有什么意思吗？手变大变长倒是好的呀，增加能力的呀。增加能力好。同修求菩萨点化小房子的质量，梦见念好的小房子上面有的红点像钻石一样一粒一粒的脱落下来，请师父解梦。念经念得好。念经念得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已经许愿吃全素了，可是还在抽烟买彩票，请问他想问师父，他这样子可以许愿清修吗？你说呢？不干净。又抽烟，抽烟又买彩票，你说他这种色方面能戒得掉不啦？对，是的。没有能力的呀。你要是学佛的人，你抽个烟像什么样子啊？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这种人会有志气的。明白了。好的，我让他听录音。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看上一套房子，想要买下来，但是隔壁第二间是一家寿衣店，请问这个气场有没有影响？当然有了。有影响。你买在火葬场边上，你说会有影响？那肯定影响，影响的，影响的。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就是同修梦到6岁的侄子站在自己的床前，然后侄子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小鬼，阴森恐怖，请问这是侄子身上有灵性吗？还是同修自己有孩子要超度？他已经明显看见侄子了，就是侄子身上的灵性啊。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同学群他有10个人左右，只有他是女的，其他都是男性，他想问可以在这个群做法布施度他们吗？还是说最好不要在男性的群里边度人？
全部都是男的。对，全部都是男的，就他一个只有是他女的。好了好了，不要进去了，不要进去了。哦，好的，明白了。好，感恩师傅慈悲。发什么神经啊？不要搞了。好。嗯。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之前开示过，如果动土念小房子给土地公公的话，一般直接进赠土地公公。如果是帮外地的老家念，进赠要写某某某家的土地公公。同修想问师傅，土地公公的管辖范围他有什么讲究？有多少？在离家里多远的地方要念啊？一般的来讲，哪里的土地公公就是哪里的。讲的那个就是县官呀，就是县里面的。哦，土地公公就相当于一个县呀。哦，一个县的范围。哎。哦，明白了。好的好的。有的不一定的，有的比他还小，村的范围都有。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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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家里主卧室和次卧室相邻挨着。两间房之间还有一个门互相通着，相当于每个卧室它有两个门。他想问师傅，这样的风水好不好？一般呢。一般。门太多也不好，门太少也不好。哦，好的。那他需要把相通的这个门堵上吗？最好堵掉一扇。哦，最好堵掉一扇。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同修之前梦考吃素没过，忏悔了49遍礼佛还没念完，又梦考吃素过关了。他想问之前忏悔的49遍礼佛要念完吗？要。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梦见师傅对他说，你先泡7杯月牙，再泡14杯月牙，剩下的用普通的就可以了。意念中月牙指的是茶。然后师傅又说，具体的我也不太懂，请师傅解梦。月牙那可能是茶的一种品种吧。这应该有这种茶的。哦，应该说比方说月牙的茶就是说明它要比较文静呀。我们说的月牙茶的话，就是要让它比较文静一点啦，做什么事情安静一点啦。你比方说实际上它就是月牙茶，应该说是真的有这种月牙茶的。明白了。好的。飘在上面的，它是飘在上面的。你一喝它，它就浮在上面的，很干净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同修把挂坠放在了白话佛法的书上，不小心把穿过的袜子落在了挂坠和书上，他马上拿走了袜子，念了10几遍七佛和礼佛13遍。请问书和挂坠还能用吗？可以可以，他这个根本用不着这么多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说今年是庚子年，最好不用动土，不往墙上钉钉子。同修就想把钉在墙上的货架取下来，需要给店里念小房子吗？最好不要动土呀，已经钉在上面嘛，就算了呀。尽量就不要把它动了。尽量不要动了，动了嘛就没办法了。他要是动下来了，这个要念那个。那没关系，动下来嘛就动下来了。动下来嘛就没关系了，动下来也可以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还有就是，稍等，就是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可能就是说是做老师的，然后他就是管理班级教课，如果就是说他教课质量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不同的孩子性格不同，他这个管理次序总是不到位。然后师傅能不能给开示一下，怎么样做到管理有次序啊？第一嘛，好好学学管理了。学学管理。什么叫管理次序？对对，管理次序就是你心里的一种我们说心理的一种能量呀。你这个人能管理的人，你要心里要有城府呀。你这个人憋不住了，你管理不好，你憋得住你管理的好呀。是的，是的。能就人家说心里要平衡呀。这个人能够学懂管理的人，一定心理平时平衡的呀。
是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一下师父，一般这个同修做老师，那面对那么多孩子，上课前在学上需要念什么经文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能量啊，这些更好的保护自己啊。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上完课了，他就人就基本上没有力了，特别的累，感觉有可能好像甚至有点悲业的问题，有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吗？有的，会的。哦，会的。嗯。哦，好的好的。那在学习上需要念什么经文更好的可以保护自己啊？大悲咒啊。大悲咒。大悲咒不保护自己最好了呀。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三四个问题可以吗？我还可以问吗？快点吧。好。同修梦到在一条河里有很多剪的一段一段的绳子，同修两人把这些绳子捞起来装在一部推车里拉走，现实中他们两个经常去放生，但感觉放生的环境不太理想，另外最近也有别人请他们带放生，请问这个梦和哪件事情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哦，都有关系，帮人家背业呀。哦，帮人家背业。好的好的。同修梦到和一位师兄参加法会，大家都排着队，队伍里有几排师兄两手都拿着花，看见师父来了就开始摆队跳舞，有师兄示意做梦人一起跳，做梦人不喜欢这样的形式，拒绝和他们跳舞，就在后面站着核实，请师父解梦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做梦人现在这个人还是内心还是对那个很多的同修的这种做法有意见的。哦，明白了。内心深处有意见。内心深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就是同修他有通灵人晚上附在这个同修的身上，旁边呢就是有佛书大悲咒，并托梦这个学佛人控制他。就是说做梦的这个做梦的时候控制他这个意识，在梦中呢让他就是说感觉到吃荤。那同修就想问，这个业障算附体的通灵人还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的。哦，自己本身的。他叫你吃了，你意念斗不过他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有人叫你去偷东西，你偷了是你偷还是别人偷了？本身自己偷了。好了。明白了。然后白天这个同修也有附体的情况，控制他意识，在他脑子里就是拼命的要就是打长辈佛像啊，然后并有不好的这种场面显示。同修想问师父，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啊？还债啊，还不清嘛，人家在你身上嘛，你就一直有这种状况呀。好的，那还是要让他坚持，然后念小房子还债。那当然了，身体不好的话，坚持吃药呀，这个谁都懂的道理呀。明白了。好的，好的。最后一个就是，师傅有一个就是说，师兄他现在肚子里长了一个18公分的肿瘤，然后呢，现在医院就是说，让他回去等，他痛的嘞，很痛很痛。已经就是挤到他肠子了，然后一直没有就是说尽快出院。就是能请师傅加持他，能够让他能够找到好医生，尽快出院动手术。动坏脑筋了，坏肠子。动坏脑筋了。过去啊，哦、做过很多坏事啊。看过济公，看过济公传不啦？济公活佛传不啦？肚子里长瘤子的话，这种都是坏人呢。哦，明白了。这还不懂啊？好。过去怎么抠人家，怎么搞人家的，现在受报了，这不懂啊？对对对，他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他现在也是59岁的官，然后，跟这个官也有关系吗？官是爆发点，你官是火药，就是火药上面那个引线。你没有火药，你就是引线点得着不啦？点不着，还是他自己可能。他自己啊，业障啊。哦，好的好的，好，我让他听录音。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今天的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慈悲。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